角色，小毕业会坚持很多。少女们喜欢的风华，希望未来在剧中，少小的演出可以再次得到大家的喜欢跟肯定。好 ，OK 了吗？少翔的部分，谢谢少翔。来，毕书尽，来，我们来进行鼓掌。好，毕这次加入了我们这个他找的一个哥们的合照。好，来右边。大家对毕的歌声很熟悉，大家对他演出这一次将会是一个更加完整的欣赏。这一次在《爱上哥们》里面，他将会是跟陈楚仁和两位是很好的朋友。也在剧中，他也是一个个性非常冷静的角色，对于他有兴趣的事情也会非常认真的钻研。